精神，即是效法伊所发的自心之愿。修菩萨道的人，即个发菩提心，即利人之心。发菩提心就是利人之心，利益众生的心就是菩提心，就是菩萨的心。啊，透过利人的利人过程中，完成自我的目标。咱今日透过利人的过程中，完成咱自我的利益。恁若无去度人，咱毋知讲人安怎度呢？对不对？恁若无去度人，恁知人安怎度无？毋知。恁若无透过观想度，恁知影三宝真正叫殊胜。啊，恁若无透过心中人的功夫，恁毋知这个心中是种一个众生，叫人家辛苦。啊，所以这个当中就是给咱啊自我的力量。啊，利益对，啊，助力利他中提升到莲花菩提心田的时阵，伫这个啊，伫这个助力利他，咱其实是利他，唔过咱嘛助力，助力就是哪，就是只要讲今仔日做一个比如，我要来菩萨再跟你讲，啊，不是说你要去菩萨，我跟你啦，其实伊在我前，我保你嘛好，但其实是更造成我。我阿个两百块就爱去做工，好阿个好，其实咱讲人情，其实是义气啦。咱讲做人，其实嘛做大事，好对。所以这就是讲人情义，目标是人情，但是已经到最后人情，好你样无？无进啦，讲再给你讲，再发给你再发，是不是？你等于告诉我阿个是再发，我还要再回来收。其实是伊卡是另外的，咱若买电脑，包括我们其实靠在我是做生意的，好，啊，其实就是伊搞出嘛，啊，所以这块的经营呢，啊，实在是的确助力他用提升到菩萨的心量，菩萨心爱培养，听好，看好，一字一字看好，菩萨的心量。心就是用菩萨心，行就是用行的时阵，是绝不容易，极不容易。所以有阵时啊，咱坐长期食，要发这个菩提心，菩